来源：杭州网，10月11日，杭州市在云栖小镇召开打造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动员大会。杭州已数字化到啥程度？马云又爆出金句，欧洲还在用现金，美国在用信用卡，而杭州人出门只要一部手机，如果没有手机，连要饭要钱都要不到。现在杭州的移动支付普及到什么程度了？连上粉扫墓都不烧纸钱了，直接用二维码给下面扫去1亿，连路边卖红薯的大爷用二维码收款了。